好，这一支呢是一个豹纹跟黑的款式，目前还没有上架，但是一上架请你们自己去购买，拜托。它是这样，超，我跟你讲，这支很有质感的原因是它旁边是做这种半金的，然后呢它不会掉下来。好，我每次都要测试一下。而且这一支啊，它是完全不分季节脸型，夏天、冬天什么四季都可以戴的一个墨镜。然后呢，它是比较不会到这么夸张这么大，所以不管脸很小瓜子脸啊，或是脸很圆的人都可以戴。这一支我就蛮推，就是两色都戴，因为它的豹纹色是非常非常好看，比较看得出来有豹纹的感觉。然后呢，黑它也是算一个半黑，黑度再高一点的，所以呢，素颜的话你戴这一支会超级好看，超级有气势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就是搭配啊、拍照啊，或是真的要戴都非常棒。那我们家的墨镜都有抗 UV， 然后这一支比较特别，它是旁边是这样，超级超级有质感，绝对好看的。它其实就是不太会掉下来，然后呢金属边，然后这一支的镜框的质感非常非常的好，你收到你就知道了。然后呢颜色我觉得不会到超黑，不会到，还是有看到微微的一点眼睛。然后这一款蛮推荐豹纹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豹是这种浅豹，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厉害，然后不会老气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